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、嗯、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啊，请放掌。呃，请打开。 四十一页，我们、嗯、上次讲到这个，呃，有人问，啊、呃，说这个修行应该，啊，要一念观不生不灭啊，啊，那么为什么还要念佛诵经啊？那么这个有名大师他就说，这个经典里面就有这样说了啊，所以看四十一页倒数第二行。 下面说，以上皆是金口成地之言，非是妄心猛浪之说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叫我们诵经啊、拜佛、念佛，这都是啊释迦牟尼佛金口所说的啊，并不是随便说说的啊，并不是说修行都一向呃参禅打坐都不诵经啊，也或者是说。 呃，不念佛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呢，呃，经口所说，不是妄，不是妄心猛浪之言，是以自心诵者呢，正验非虚。所以，如果能够自诚心来诵经的人呢，那么他的这个正验，就是说啊，他的感应啊，或者是他能够正果，他的利益呢，啊，这并不是虚妄的。 啊，并不希望，啊，翻过来四十二页，啊，怎么会不希望呢？四十二页说，常为十方如来、释迦文佛密垂护念。啊，意思说，经典里面说，如果我们能够读诵经典，啊，或者是像我们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说，读诵大圣经典，那么为十方如来，还有释迦文佛密垂护念。 啊，像《阿弥陀经》说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，那么诵经呢，能够得到诸佛还有释迦如来的这个啊护念，还有赞言善哉，受手摩头啊，那么十方诸佛会赞叹，那么所以说，正六方佛、啊、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 如果有众生诵经的话，十方诸佛赞叹啊，受手摩头摩、就是、顶啊，共宿依附。共宿就是说呢，共同指数啊，就像《金刚经》说：“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啊。”那么呢，我们诵经的地方就有佛，身边跟我们在一起啊，叫做共宿啊。我们诵经的时候，佛在我们的身边。 啊，或者是佛助于我们的头顶供述，衣服呢，就是佛呢啊，以这个袈裟啊，以这个衣呢附附体啊，表示说我们能够啊、呃、如法而诵经的话啊，得到这个佛的摩顶，然后呢，用这个衣服啊覆盖，色受附主，随喜为家啊，佛色受当然包括菩萨色受啊。 护主，水喜威加啊，水喜呢，然后威德加持啊，那么这个是指佛的这个护念。再来说，乃至神王护持天仙几世啊，乃至有这个护法的神王啊来护持啊，就是说我们诵经的时候，像《地藏经》里面说，我们诵经的时候，这些鬼王啊啊，这些鬼神啊，他们就会护持，那么一切的这些。 恶鬼啊、恶魔呢，皆不能进啊，所以叫神王护持。天仙喜事就是天人呐、啊、仙人呐啊,啊，做这个侍者，像以前的祖师啊诵经的时候乃、啊就是这个仙人啊、天人啊，做侍者啊，来跟他呢倒水啊，或者是护持。金刚永从，示范散花啊，有这个金刚这个密密士呢、力士呢。 来呢，拥护随从啊！我们所到之处呢，都有这些金刚护法啊，来随从拥护。四饭散花啊，就是说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呢，这个第四天大梵天啊，他们也喜欢听经啊，也喜欢闻法啊，所以诵经的时候，这些天人呢，第四天大梵天啊，他们会散花啊。 当然，我们凡夫是看不到的啊。那如果说这个，比如说以前这个我们讲过，这个生无生论游戏大师在讲经的时候，天人散花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人喜欢听经赞叹。那么我们呢，凡夫呢，诵经也是一样啊，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啊，这个利益功德。因此呢，天人也会散花。当然，只是我们呢，这个凡夫肉眼是不能见啊，凡夫不能见。 但是呢，表示天人呢，啊，这个大梵天、第四天，啊，他们都是护法神啊，所以说呢，也会散花供养啊。再来说诵经呢，能够成就福音，等法界虚空之计量，较量功德胜恒沙七宝之思缘。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如法的诵经、读诵经典的话， 那么这成就福德之因呢、啊？这个福德有多大呢？就等法界虚空界之计量啊！意思就是功德如同法界、尽法界、虚空界这样子的广大啊！然后较量功德胜恒沙七宝之思源。那如果讲到宋经的功德，就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说的，我们受持乃至一句呢？ 都胜过布施恒河沙七宝布施的功德啊，所以叫做胜过恒沙七宝。就是如果有人以恒河沙的七宝来布施众生，那么不如原来有人能够受持读诵四句句，或者是乃至一句啊，这个是较量功德。所以较量功德胜恒沙七宝之思源，表示我们诵经的功德。 啊，胜过呢啊！我们只有只是从事布施的功德啊，乃至繁殖通灵，肉身不坏，舌变红莲之色，口腾紫檀之香。那么这个都是讲这个感应了啊,啊。比如说，如果有人能够呢，自心受持经典啊。 或者是一生一世这样子呢？啊，持诵经典不断的话，那么凡殖通灵，就是以凡夫之人呢啊，能够得到不可思议的这个灵通啊。那么包括感应啊啊，包括不可思议的神通啊。那么所以叫做凡殖通灵啊，肉身不坏啊。有人呢诵一生诵经呢。 到了后面临命终的时候，肉身不坏啊，然后有人画画以后呢，舌变红莲之色啊，舌头变红莲花，因为他一生一世都在诵经、读诵经典，啊，或者是口疼，紫檀之香啊，来世的果报啊，啊，一开口就有这个啊紫色粘檀的香啊，表示说这个檀香气啊，就是有口气香结。 的这个果报，啊，这个都是讲说我们得到诵经的利益、功德，或者是感通。再来说，闻一句而必去菩提，诵半偈而功其大觉。这个都是讲这个呢。如果我们听闻经教、经法的话呢，只要听闻一句呢，毕竟能够呢趋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 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啊能够听闻佛法，啊有这个佛法的因缘呢，我们能够毕竟趋向于这个无上菩提。诵半句而功其大觉，那么就算诵半句啦，啊一个四句句只有一半，就是两句啊，啊两句而已啊，一个四句呢是一句啊，那么半句呢就是两句。 啊，那么甚至我们只有送两句的经文呢，那么也可以功德呢啊，接近于这个大觉世尊啊。再来说，书写经卷报受遇天供养慈人福过诸佛啊。如果我们能够书写受持啊这个经典，书写经卷就是说流通经卷，自己抄写啊，或者是抄写以后流通啊。 当然，以前的人流通是因为印刷不方便，所有的金呢，如果要印金的话，啊，那么要刻板啦、啊，要印刷啦、啊，是很麻烦，所以一般都用抄写啊。如果你只要一本两本，以前的人就是用抄的啦，啊，那么要用刻板印刷呢就很困难，所以书写呢就是为了流通啊。但是现在流通是比较方便啊，印刷啊。 尤其现在又有电脑，那么流通是更快的啊。那么所以这个书写经卷、报受欲天，就是欲界天呐啊,啊。如果能够流通经卷、书写经典，那么果报呢就能够升天，生在欲界天啊。供养持人福过诸佛，供养持人就是持经的人。 如果我们能够供养啊，这个法师他受持《法华经》、受持《华严经》啊，或者是有人受持经典啊，那么供养这个持经之人呢、啊，叫做持人啊。福过诸佛，就如同供养诸佛一样啊。为什么呢？下面说，可谓法威得利不失一门呐啊,啊。可见的这个是法的威德利啊，所以诵经啊。 读经啊，或者是啊、呃、这个书写啊，或者或者是供养啊，供养经典，那么等等呢，这个都是法的威德力啊，乃至修行思维啊，读诵这些都有功德力哈、啊，都是法的威德力，不思议门啊，法力不可思议啊，万瑞千灵因之而感。 三贤十圣从此而生啊，万瑞千灵就是种种的瑞相啊，种种的感通啊，乃至不可思议的利益啊，通通是因为读诵经典啊啊乃至读诵书写受持供养啊修行思维啊，都是在法上面的这个因，因此能够得到。 三贤十圣从此而生，这个菩萨三贤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乃至十地的这个十圣啊，通通也是因为呢受持读诵经典而生的啊。亘古该经从返至圣啊，三业供养十种受持啊。那么呢，所以说这个亘古该经从返至圣啊。 就是说，从古至今呐、啊，从以前到现在，从凡夫到圣人啊，那么呢，都是呢要依法啊。比如说佛啊，诸佛呢也是依法啊，所以般若是诸佛之母啊。如果没有文字般若的话，那么也不可能有这个观照般若，有实相般若啊。 那么我们虽然要证得实相的般若啊，我们也希望修观照的般若，但是呢，要一定要依于诸佛的圣言量啊，以这个正法啊圣言量为基础呢啊，以正教为基础呢，才可能重返至圣啊，才能够能够成就佛果啊，所以说三贤十圣从此而生啊。 都是依这个经教而生亘古该经从凡至圣啊，所以从以前到现在，从凡夫到圣人呐、啊，他们都是三业供养十种受持啊，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啊，来供养啊，四十二页啊，四十二页倒数第二行，所以呢，这个从以前到现在啊，从古至今啊。 好，从、哦、凡夫到圣人啊，祖师啊，啊，他们对法都是很恭敬。怎么样呢？三叶供养，身口意三叶供养经卷啊，因为经典就是佛嘛，就是佛的代表啊。十种受持啊，十种受持，上次有讲过吗？十种受持就是十种法来受持佛法。第一个书写，书写就是抄写啊，书写。 我们书写经典，这是第一种对经典的修行方法，抄经啊啊，写经啊。第二个供养啊，我们供养经典，礼拜经典啊。我们呢，呃，比如说有的人拜《法华经》啊，南无妙法莲华经啊，南无这个妙字啊，这个法宝啊，那么啊，这个这个法字啊，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拜，这样子供养。 啊，或者是供养香花供养啊，所以香花供养不只有供养佛、啊、也可以供养经。所以第一个是书写，第二个是供养，供养，第三个施他布施给他，拿经典流通布施给人家，这个也是对经典的一个一个修行的方法。第三个就是施他布施给他，第四呢听闻。 啊，听闻经典，我们听经啊也是修行啊。如果我们没有听经，那么我们不知道道理啊，不知道从哪里修修行啊。那么有佛过去呢，佛菩萨祖师呃，他们修行的经验，他们学造的真理都写在经上面啊。所以第四个叫做听闻啊，听闻就是用听的啊，这是第四种修行法。 第五个批读，哈、啊，批就是批改的批，读诵的读，哈、啊，批读，批就是翻阅啦，翻读啦，就简单就是说我们翻经来读经，叫做批读，啊，就是读诵的意思啦，读经啦，但是这里的读跟诵它是分开的啊，读就是对着经念的，啊，诵呢是背经用背的。 就是没有看字啊，所以批读就是，比如说我们做早课晚课啊，你就念《阿弥陀经》啊，或者是《地藏经》，你就看着经读，叫做批读啊。第六个受词啊，那么呢，就是我们能够啊，能够呢背诵，或者是依这个呃受词呢，简单说，我们把它做一个功课啊，功课就是说啊，你的功课是《金刚经》啊，《阿弥陀经》。 普门品、地藏经都可以。那么你啊、呃，这一辈子一生一世啊，你受持这一部经啊，你喜欢受《金刚经》、《药师经》、《地藏经》、《弥陀经》、《普门品》、《法华经》都可以啦。以它为啊、呃、这一个修行的功课啊，就第六个受持，第七个开眼，就是演说啦，啊。当然。 就是说，我们了解的东西，我们读这个经，那么它当中的利益好处，比如说我们读《阿弥陀经》，知道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很好，那么开眼给人家知道；或者是你读《金刚经》，啊，那么把《金刚经》的道理讲给人家知道；或者是我们读《地藏经》，把《地藏经》讲的事情啊，让众生知道，这个叫做开眼啊。第七种，第八个奉送啊，就是背诵了、啊。 就是说，不看经啊，把它背起来啊，想办法背起来啊，一天一句啊，然后久久呢就能够背啊，不用拿课本也可以背啊，叫做奉送第九思维啊，思维这个经义，经文里面说的意思是什么？比如说《金刚经说》说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 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我们就思维它的意思，或者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去思维它的意思啊。闲着呢，呃，就想经意，想经文啊，这个也是修行呐啊,啊。就是说，我们也可以念佛，也可以持咒、啊，那也可以思维经文，思维它的意义哈。啊 比如说观自在菩萨行深波若波罗密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么就是想想看，啊，总比看电视打妄想好。那么这个叫做思维。第十个叫做休息，啊，休是修行的休哈，习、啊、是学习的习啊，要修行，要学习，啊，叫做休息啊。 不是睡觉那个啊，休息哈、啊，是修行的修，学习的习啊，要听对啊，听对。有时候呢，有的人听经啊，因为没有一些这些佛学的，或者是一些这个啊、呃，一些没有读过的书啊，就听不懂啊。像我有一次啊，看到一个人打字，打一个很好玩。我说那个颜回啊，一单是一瓢饮啊。 人也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对不对？《论语》说的一箪是一瓢饮呐、啊。结果那个人打什么时候？一餐吃一条鱼，哇，差太多了。颜回如果一餐吃一条鱼，那真是好命。他是一箪是一瓢饮，哈、啊，就是说呢，他吃饭很简单，用一个水瓢而已，哈、啊。那么他的饭呢，就这样子，哈、啊，就是干饭啦、啊，就没有什么，啊。 没有什么饭，就一单一雨是一瓢鱼，那是《论语》的啦。结果有人把它打成一餐吃一条鱼啊，这个这个比较离谱了啊。所以呢，休息就是讲这个修行的修，哈、啊，学习的习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四十二页最后一行，说十种受持，刚刚讲的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啊，从凡夫到祖师到菩萨，啊，他们呢都是这样子呢。 啊，这样子书写啊，读诵啊，什么叫书写啊？就是普贤菩萨说，息鼓为笔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呢，这个呢，以以这个血为墨，对不对？这样来来书写，乃至最后呢，啊，能够思维修行，啊，尽秉真权，传持不绝，啊，那么都是都是秉受。 这个真权就是佛佛的法叫做真权了、啊、哈，权是真理的叫做真权啊。那么大家都是秉受这个佛经呢，受持啊，所以才能够传持不绝啊，那样这样子呢才能够一直流传下去啊。经和起棒而断转法轮乎？啊，那么现在为什么毁谤人家说啊，你们读经呢、啊、都是文字啊？ 啊，拜佛念佛都是生灭啊，应该要观一念无声。啊，在那边即兴打坐啦、啊，何必在那边动来动去？啊，这边拜佛诵经抄写，都是有为生灭法啊。那么这个永明大师就是说，怎么可以说人家啊、呃、诵经是不对的呢？啊，因为古来从祖师大德到菩萨呢，他们都是一直这样流传佛法。那今天呢，诵经。 啊，念佛有什么不对呢？啊，所以怎么可以去起毁谤而断转法轮呢？啊，断众生转法轮啊，转法轮就是说我们说请转法轮呐啊,啊，比如说我们认为诵经就是转法轮呐哈，如果我们说啊别人听不懂算了，那我们也不能让人家听懂，至少在我们心里面转一转，对不对？我们心里面有正法在转，那么妄念就不转。 对不对？我们诵经的时候，我们转自己的法轮啊啊,啊！如果叫叫人家说啊，不要诵经啊,啊，你应该去参，你自心是什么啊，那么如果没有教，怎么能够参呢？啊，如果没有教做依凭啊，自己在打妄想，那么呢，并不能够真的啊，欺负到真理的意义啦。所以说啊，如果叫人家一概说啊，你诵经是值文字啦。 啊，或者是左相啊，或者是生灭有为啊，哈、啊，这样呢就是断人家转法轮啊。所以我们诵经的时候，就是让心中转法轮。再来呢，四十三页这个啊，问他说：“问经中只善如说修行，深解意趣，哈、啊，经典里面只有赞叹，叫我们要如说修行啊，要深深去理解它的道理、意义啊、趋向所在啊，哈、啊。” 那么，勤求无念，莫去闲根。希望能够因为这样子修行，然后了解，然后这样子能够达到无念的境界，莫去闲根，弃入这一个呢啊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善根呐、啊，我们的这个真心也好，菩提心也好，那么这个都是弦根啊，就是经典里面都叫我们去了解经的意思啊。 然后能够达到无念，能够达到这个清净啊。云何劝修广兴唱诵？为什么你叫人家诵经啊？啊，那么供养经典，广兴唱诵，整天在那边唱啊、唱赞啊、诵经啊啊，甚至有的人呢啊，这有有，比如说有的在家诵啊，他也要学法师，在家里面打磬啊、打打法器啊、打木鱼啊啊，那么呢？ 呃，有人就是说，那你叫他们无念就好，为什么还要这样、呃、唱啊唱诵啊这样子叫人家诵经呢？啊，回答啊，永明大师说：若约上上元根，大机纯熟，无诸遮障，顿了顿修，啊，就是啊、呃，若妄念不生，何须助道？啊？他回答说：如果是上上的。 啊，原教的根基的众生，他大圣根基已经很纯熟。最上最上根的叫做上上圣啊。那么就像《金刚经》说是最上圣啊，无上圣啊。那么这种根基他纯熟的人啊，无诸遮障，他没有这些障碍遮止无名烦恼的遮止障碍，顿了顿修，他一听到大圣佛法就近意呢。 他当当下能够了啊，当下就能够修啊。若妄念不生，何须住道？那么这种上善根的人，他一念不生，就不用住道的方法啊。住道就是说，你家拜佛啊、念佛啊、诵经啊、布施啊、供养啊、思维。可是他一念当下不生啊，那么呢，就不用住道的方法。 啊，最上根的啦，比如说我们看到六祖这样子的根基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念它就能够顿悟生，啊，它也不用呃其他的帮助修行的方法。再来说，大凡维系想念佛地方无，可是最维系、最维系的这个呢，啊，念头思想呢，只有到佛地的时候才能够啊。 停止了最维系的、最维系的这些无名啊、妄想啊，实际上究竟说呢，呃，就算是阿罗汉，虽然是正阿罗汉果，可是他还有这个无始无明呢，哈，他还是有这个具生的法执啊，哈，那么所以说这个维系的想念，真的只有到佛的时候啊，不然的话，等觉菩萨还有这个啊，这个一品无名啊在。 只有到佛地才没有啊，啊！故安波守义经序云，啊，在安波守义经这部经它的序文里面说到，啊，说弹指之间心九百六十转，就是说我们一般人的心念，人的心念是这样，一弹指的时间呢，我们心已经转了九百六十遍了。 啊，当然转了九百六十遍，这个我们一般人是察觉不到啊。就是说，祖师啊、圣人他们在修禅定的时候，发现，发现到时候我们心念转很快啊，一一个弹指呢，弹一个指头的时间呢，心念就有九百六十转啊。一日一息十三亿亿啊，我们呢，如果一天一夜呢？ 啊，就是三亿个念头、意念产生啊，所以我们意念很多，是三亿个意念啊。意有一生，心不自知，有彼种夫啊。那么意有一生，就是说我们呢有一个意念啊，就有一个果报啊。我们动一个意念，就有一个果报，所以一个意念就有一生。这个生是指果报，心不自知，我们心自己不知道。 啊，我们动一个念就一个果报。那么呢，我们一一天就有十三亿个这个啊心念在转啊。那么我们自己不知道，有比种夫就好像农夫啊啊种田的农夫一样啊，下一个种子那么得一个果，下一个种一个种子得一个果。那么我们一个心念呢啊，就有那么多的这个念头啊。 那么四支情尘障后，足境两难啊。那么所以说，我们这个情尘啊，我们情执啊，六层啊，攀缘六层啊，情执啊，是这个障碍是很重啊。就是我们凡夫动那么多念，转来转去啊啊，不可能说像上根立智一念无生啊。我们念念都在生啊，一坛子有九百六十转。 一天有十三亿转，那么我们一天转多少念头啊？不能像圣人说一念啊，这个呢相续，念念相续啊。像这个大智菩萨说净念相继啊，我们没有净念相继，我们是啊、呃、转过来转过去啊。那么四肢情成障后，足境两难，足就是足也可以念念脆了，脆就是刹那之间啊。 让他清净实在是很难的啊！就是说，凡夫的烦恼那么多，障碍那么重，执着那么深。如果你刹那叫他说啊，你就放下啦，你就不要执着，你不要分别，你不要妄想啊！刹那之间叫做足啦，刹那之间要让他清净啊，这个心让他清净是很难的，很难啊！这个就好像呃，比如说我们如果遇到土石流以后啊。 啊，或者是台风以后啊，那个水库都很脏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有土石流跑进去啊，所以呢，你说啊，这个你说如果问那个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啊，你说你这个水要几天才能够清净？你没办法一天当下给我清净吗？他说没办法了，就算你总统来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你不肯叫我一天啊，这个土石流那么水那么脏，一天自来的水就会干净？啊，不可能的、啊，你不要说一天。 你说，如果说一个小时就办好，办不好，对不对？那么这这个呢，就譬如说我们的情的障碍那么重，就像土石有留下那个污泥那么脏，流到水库里面那么脏。你说让他一天呐、啊，一下一下子，乃至于啊，上善根的说一念无声，啊顿了顿修啊，像六祖坛经，刹那之间妄念一念这个呢，刹那之间妄念就断。 啊，这是不可能的啊！所以足尽良难，若非万善助开，自利恐成机制。啊！如果没有修种种的善法啊，布施啊、持戒啊、忍辱啊、精进啊,啊、诵经啊、拜佛啊、念佛啊、持咒啊、供养啊啊，那么种种的、啊、或者是拜忏诵经啊，如果不让它这样子来帮助啊，开显助开就是帮助开显我们的智慧了、啊。 啊，如果没有透过这些啊种种修善法呢，哈、啊，自力恐成机智啊，自己的力量恐怕会机智，机智就是停留了，停留在现状、现况里面啊。比如说，我们说啊，我们要修行，我也要成佛，可是你不读经、不拜佛、不诵经、不,经不念佛、不持咒啊，那么呢，不发心哦、啊，想说我就要成佛了。 怎么可能呢？智力就没办法哈，智力恐成机制啦。啊。如果有呢，恐怕也是妄想啊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啊，他是不读经，他也不他也不看这个经教，也不听经，然后他说他是怎样怎样，那么恐怕是自己的妄想啊。恐怕呢，并没有实际上有这些的这些啊功德和智慧。所以若非万善助开，智力恐成机制啊。 如果只有靠自己啊，有的人说我不靠佛啊，我也不读经，我也不拜佛，我也不求阿弥陀接引，我也不用观世音菩萨帮助，那么呢就要靠自己，那么恐怕没办法啊。又若论福业变现门中啊，万行庄严不舍一法，皆能做到显大菩提啊。如果论说这个福业变现门，就是说我们这个。 福慧两足啊，我们要这个福啊，修福福业要在啊万善都要修万德要庄严啊，那么呢，所以在变行门中万行庄严啊，我们说万德庄严，不舍一法，任何一法通通要修，通通要学啊，能皆能助道显大菩提，这些万德庄严、万行庄严。 啊，都能够帮助我们呢，啊，成就佛道，然后开显我们大菩提心、智慧、大智慧，啊，意思说，如果我们不去修的话，那么智慧是不能显显现，啊，具足十种受持，一无所爱，啊，四十四页。所以啊，如果叫我们读经啊、书写、啊、供养、听经啊，啊。 这个或者是思维啊、修行、受持经典啊，这样十种受持啊，一无所爱，并没有障碍啊。啊，你不要说只有叫人家一念直接观无生不生不灭，可是毕竟大家是凡夫，情执很重，障碍很深啊。那么呢，没办法说一下子就能够一念不生啊，而且一天里面呢就妄念纷飞啊，所以你怎么可以叫人家说不要诵经？ 啊，所以诵经呢，啊，读经呢是会帮助我们开显智慧啊，所以这里说十种受持一无所爱，所以我们受持读诵,诵经典啊，也并没有障碍啊，啊，那么永明大师意思就是说上善根的人，你可以跟他说一念不生呐、啊，啊，当下就清净啊，可是凡夫不可能啊，啊，一定要有这种方法帮助他呀、啊，啊。 所以，如果你只有讲说啊，一念不生，当体就是清净，那只能对上根的人有作用，下下根的人呢是摸不到路的啊。比如说，你说啊，一念无生，啊，当体都空，那那那怎么办呢？下根的人、中下根的人不知道啊，所以不能够障碍这些人啊，所以他们呢要读经、诵经、拜佛、供养啊，那么听经。 这个都无所障碍啊！比如说，有的人说啊，不用听经了、啊，我们要听自己的经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听那个经都是别人的啊，你应该悟自己的经啊。可是问题，我们心经都背不起来，我们还还要悟自己的心经吗？啊，对不对？观自在菩萨的心经都听不懂，然后说你说你不要那个观自在菩萨那个心经，我们要自己每个人有一部心经啊，你要悟你自自己的心经啊，哈、啊。 我们佛讲的经都悟不出来，自己去悟，怎么会悟得出来？自己的心经在哪里？啊，所以这个这个都是一个对上根的人可以这样说了，但对中下根的人恐怕没有方便呐、啊，没有法门哈、啊。再来四十四页第一行说，故法华经云：啊，法华经里面说，尔时千世界为成数菩萨摩萨从地涌出者。 啊，这个是《法华经》里面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就说：“啊，你们有哪些菩萨啊，在末法的时候能够护持演说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？啊，那么很多菩萨都说我要护持，很多我要护持。那么那时候呢，在地上呢，就有这个地方说：二十千世界，一千世界为成数的菩萨。” 就是说，把一个世界通通化成为尘数啊，那么有一千个世界为尘数的那么多的菩萨、诃萨都从地上面、从地上面突然冒出来，叫做从地涌出来。意思说，从土地里面突然冒出来那些很多很多的菩萨啊，然后皆于佛前一心合掌，瞻仰尊严而白佛言。 这些菩萨从地上跑出来以后，都在佛前一心合掌瞻仰尊严看着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世尊的容貌而白佛眼啊，告诉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世尊，我等于佛灭度后，我们呢在佛灭度以后，佛入灭以后，世尊分身所在国土灭度之处，当广说此经。”啊。 我们在佛灭度之后，世尊有分身到的世界啊。我们说有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，释迦牟尼佛这个释迦牟尼佛，他分身的每一个世界当中啊，只要有讲过《法华经》啊，啊，所以说世尊分身所在的那个国土世界，灭度之处，佛灭度以后呢，我们当广说此经，我们会在佛灭度以后呢。 我们会在那个地方继续讲《法华经》，啊，让这个《法华经》能够流传下来。所以世尊虽然灭度啊，我们发愿受持这个《法华经》，让这个《法华经》能够红传啊。所以者和我等意志欲得是真净大法，受持读诵、解说书写而供养之啊。这些菩萨说，所以者何？为什么我们要来这个护持《法华经》呢？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等啊，我们这些菩萨啊，以至于得是真净大法。至于就是我们自己也想，嗯，我们也真的，我们自己也想得到这个《法华经》这个真净大法啊，真净真实清净的大法啊，这个叫做法华经了哈、啊。不是现在外道说我有真净真实的大法，无上的妙法哈。啊 那么，如果真的大法，就是在《法华经、啊》了，啊，不是像现在有一些好像附佛外道讲的哦，它有大法啊，是什么轮大法或什么大法啊？那么这个我们也想要得到这个真净的大法，就是《法华经》啊，成佛之道哈、啊。然后受持读诵，我们也喜欢受持读诵《法华经》解说啊，开示这个《法华经》。 还有书写啊，这个《法华经》而供养之，我们也要供养《法华经》啊。这个是《法华经》里面说啊。再来，永明大师说：“已知登地菩萨，非独为他解说啊。登地就是初地以上，啊，我们登初地正法身、正法性的这个菩萨，叫做登地菩萨啊。如果我们诵经，就会诵那个大地菩萨。” 那么，如果我们说，就比如说梁王禅啊，啊，或者是这个他会写大地菩萨啊，大地就是这个登出地上的大菩萨啊，你不要以为说大地上面、大地面上面的菩萨啊，地上的这个菩萨，地这个大地菩萨就是呢啊，这个大菩萨，他们呢都是登出地上啊，所以说已知登地菩萨，非独为他解说。 这个出地上菩萨、啊、不只说为了众生来解说这个法华经、解说经典，上至发愿诵词他们也自己发愿要诵经啊，要持经啊，何况初心而不秉受？何况我们是出发心的凡夫啊，怎么可以说我不用经典，我自己去悟啊？那么我而呃不秉受这些受持读诵大圣经典啊？ 何况是初发心呢？菩萨他们都喜欢读读经呢、啊。何况我们出发心的时候不读经，我不用读经啊。再来说，但先求信解悟入，后即如说而行啊。就是说，我们读经是为了要信解悟入啊。我们呢，依着经典，我们来信解悟入啊。 比如说，我们如果常读读这个受持经典，不管读什么经，久而久之呢，就能够知道这个经文的意思。那么久而久之呢，我们信解呢啊，就会增长，乃至于呢，能够误入啊这个经文的意思。所以说，但求信解误入，就是我们先能够相信理解这个经典，然后呢误入这个经典啊，后即如说而行。 好，我们了解以后，我们要如说修行，如这个经典所说而去实践啊，去实行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读经呢，就叫做文字般若了。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没有文字般若，啊，我要悟无实相般若，啊，我要修观照般若，那就没有根据啊。没有根据啊，就像这个这个呢。 偶遇大师说呢，有观无教则殆啊，这个是一，这个《论语》里面说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啊。如果你只有一直想，但是你没有学圣人的教典啊，你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啊。那么呢，我们呢修教官也是一样，我们要修观，我们要修行。我们如果有观哈、啊、有修，但是没有教的话，则殆。 啊，很多都修到邪魔外道去了啊！就是说，虽然他有修啦，啊，外道也有修啊，啊，很多人都有修啊，可是呢有时候修的东西跟经典都不一样，蛮奇怪啊。那么他们也是觉得说，啊，自己就是如何如何，所以就叫做呢有观无教则殆啊，殆就是危险啊。如果只有观想要修，可是不依经典啊，那么很危险。 啊，所以这个我我们观照般若也是要依文字般若，文字般若就是，呃，佛讲的这个圣言量啊，圣言量呢才是可以可以依凭的啦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凡夫都是呢这些邪思妄想哈、啊，所以说，但求但先求信解悟入，后即如说修行啊，后来我们才能够。 啊，依着经教所说来修行，口眼心思啊，助开正慧啊。我们口中啊，演说说给人家听啊。那么我们心里面思维啊啊，就是说口眼就是我们讲给人家听啊。啊有时候我们讲给人家听啊，我们也会自己去啊思考啊，也会去理解。口眼心思助开正慧，能够帮助我们开启。 啊，真正的智慧啊！所以这一段就是说，我们先读诵，然后信解，然后如说修行，然后呢又为人演说，自己思维，这样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智慧啊！真正的智慧，这就是读诵经典它的呃功用啊，跟它的这个利益啊。再来说，若未穷宗旨，且寻文眼。 虽不亲明，亦熏善本。啊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就算了，就算我们读经的时候未穷宗旨，我们没有办法穷尽了解这部经它的宗旨意义到底是如何啊啊。那么，比如说这个，我们说这个《六祖坛经》里面说，这个法达啊，法达这个禅师呢，他送这个《妙法莲花经》三千部啊。 哈，那么呢，就算没办法了解它的宗旨，比如说我们当然也不是祖师了，比如说我们诵经呢、啊，如果一直诵，比如说《金刚经》啊，或者是呃什么经，《法华经》啊，《阿弥陀经》，那我们诵，那么我们还不能够知道它究竟的意义是什么。可是呢，且寻文言，寻就是依顺依寻呐，啊。 我们呢，虽然我们不能够知道啊，佛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，可是至少我们是顺着依照的经典呐、啊，哈、啊，世尊说依法啊，哈、啊，佛不在依法不依人呐、啊。虽然我们还不能够透彻这个它的真正的经典的意义宗旨，可是我们依照这个啊、呃、语言文字，寻就是依顺着语言文字，虽不亲明，一心善本哈、啊，虽然我们不能够亲自明了。 经文的意义，它的宗旨、内涵，可是我们也能够熏我们的善善本，就是善根呐、啊。啊，我们这个波热种哈、啊，熏在心里面也是善根呢、啊，对不对？种下了这个善根，虽然我们这一辈子不能知道它的意义啦。啊。如果依这个经典里面说啦，像六祖大师哎，他相信他也不是一辈子读《金刚经》。 这样那一次，啊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听读到这个“因无所住的生起心”，啊，他在卖柴的时候听到人家送金刚经》，他就很欢喜，就想要去。啊，如果他不是数世以来啊熏习佛法的话，不可能说一听到《金刚经》，啊，他就会马上有那么大的在心里面触动那一种想要追求佛法的善根啊。啊，不是说一下子就有、啊 所以，我们这辈子也是一样。虽然我们不能够知道它的经典的意义内涵，虽然不能亲自去证悟哈、啊，但是也能够熏得这个善根啊，熏习久了啊，以后呢，我们也会有一生有一世啊，像这个六祖大师一听到《金刚经》啊，我们也会顿悟啊，啊，也是会知道啊。所以，般若威力出后明知啊，这个般若、啊、这个法的威力啊。 初后明之，初就是初心凡夫啊，啊，后就是菩萨。比如说有这个啊大善根的叫做后，那么初就是我们初心的啊，所以我们呢，这个我们不管听得懂听不懂，了解不了解啊，对我们来说啊，对初方心的凡夫有利益，那么对这个菩萨也有利益。后就比如说六祖啊，他一定到这个《金刚经》。 那么它也得到利益。那么我们出发心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意义，但是我们也会有利益，所以叫做初后明知。明就是不可思议的啦，啊，有对我们有帮助啦。啊，就像祖师讲的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，啊。 我们渐渐的，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呢，就能够通达这个佛字，通向于佛字。虽然我们在念阿弥陀佛，我不知道阿弥陀佛是是什么，也不知道念佛的是谁，哈。但是呢，我们呢，渐渐我们呢，能够呃、啊、念念相继呢，那么也能够前通佛字，暗合道妙啊。我们修道的方法就是要远离妄想啊，执着颠倒。可是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呃、啊、静念相继呢，都摄六根。 渐渐呢，我们虽然不会禅宗啊，有的人呢，祖师呢，他们念到后来，他们也通禅宗了啊，也通佛法了啊。那么虽然呢，啊，也没有这个修神通，可是他们后来也都有了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叫做明知啊，念佛叫这个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啊。我们只要呃这样子诵经啊，念佛啊，那么他都有。 功德利益，再来说于正法中发一为心，皆是初音，终不孤气。哈、啊，如果我们在正法当中啊，读这个经典啊，虽然发一点点的微小的心，我们现在是凡夫啊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大心或者是什么大智慧的心，我们也只有一点点微弱的心，但是都是初音啊，都是音呐、啊，终不孤气。啊。 就是我们这个波热的种子啊，如果一种下去啊，啊，受持啊，这个经典啊，这个波热种子一下去的话，中部孤计绝对不会浪费的，啊，不会浪费，啊，当然，因为现在一般的人呢、啊，啊，都讲就是说马上能够有成效。 啊，比如说说，有的人说啊，我为什么学佛啊？我的病还没有好，为什么我学佛啊，还是那么烦恼？为什么我学佛还是那么穷？啊，为什么学佛、啊、那个坏人那么多？啊，冤亲债主都没有消？啊，那么好像能够马上就能够得到那个利益？哈、啊，那么甚至比较没有信心的人就说啊，那个学佛没有没有效？啊，像我以前说的，有一个人啊。 啊，他他是某一个道场的大护法，然后呢，他有有一次啊，啊，他平常都在护持佛法，有一次啊，他因为这个经济比较转不过来的时候，想要卖一些房子啊，结果呢，一直念佛求佛都卖不出去啊，后来他女婿就带他去信这个上帝啊，去信主了，结果房子卖出去了，他就觉得说啊，那信佛没有用，啊，那我就信那个。 啊，那可能是刚好那个时候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万一是这个，万一是刚好求佛呢，业障消了，房子卖出去，刚好那一天刚好就进入这个教会里面，啊，他以为是教会的感应嘛，对不对哈、啊？所以这个我们呢，要知道说佛法里面呢，我们种的善因呢、啊，我们发的菩提心啊，诵经啊，那么所有的功德都不会不会白费，所以叫做孤气啊。 我们绝对没有孤独啊哈、啊！我们在诵经啊，有的人说啊，不敢诵地藏经，诵地藏经啊都是鬼啊，其实都不知道诵地藏经旁边都是佛，都是护法啊，所以我们这个都颠倒想啊，以为我很孤独啊啊，所以这个在这个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智者大师，他说我们如果诵经的话，我们要想说诸佛护持啊，龙天永护，众生听法。 这样子啊，来观想，就是我在这边诵经呢、啊。我半夜里面，半夜人家都在睡觉，我在诵经啊。一大早人家都不起床，我来起床诵经啊。我觉得好孤独，我们家都不学佛，只有我，他们都不听。他们呢，你要想说我不孤独哦，诵、啊、经的时候，诸佛护持啊，龙天永护，还有众生听法，然后呢，三途息苦啊，三道道众生都能够听到这个经。 啊，如果这样想，那当然就很好、啊。如果想说我、啊、好可怜呢、啊，我们家的人都不不学佛，跟他回向那么久都没效，好、啊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觉得很孤独啊，很无奈啊，觉得好像呃没什么功德啊，所以这里说终不孤弃啊，孤就是说呢，佛菩萨拥护啊，善神拥护啊，古代说什么天涯若比邻。 对不对？我们发一善言，如果有这个十方法界的善心众生啊，皆能相应嘛啊。那么我们也不孤独啊，德不孤必有邻，对不对？我们虽然虽然说有些人呢不能理解我们啊，可是我们也不孤独啊啊。那么不气，就是说，呃、啊，也不白费啊啊，不会说你今天诵的经白费、啊，你拜的佛没用啊。 那么呢，所以有一些人呢、啊，就是说啊，我拜了佛，呃，没用啊，这样子的话就是误会他的意思了啊,啊。对公，或者是有人说啊，我那时候啊，白费这些东西啊。实际上呢，我们送的一个善因呐、啊，啊，送的一句啊经啊，念的一句佛啊，都没有白费啊。再来四十五页说，问啊，欲真持经应念十相。 问的人呢、啊，又问了、啊，问说：如果真的持经的话，应该要锻炼这个实相啊，实相般若啊，啊，既往能所诵者何人啊？既然没有能念所念的人啊，没有能念的没能诵经的人，还有所诵的经啊。那么诵经的是谁啊？对不对？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实际上呢，应该是人法皆空啊，怎么叫人家诵经呢？ 啊，我们真的持经呢，就是要这个契入实相啊。若云心口所为，求之了不可得啊。就近推减，理出何门啊？那么如果说我们用心念、用口去诵经，那么可是呢，也没有心，也没有口啊，就是就近求之呢，了不可得啊。实际上没有众生啊，啊，也没有我啊。 那、啊、你怎么可以说在念佛啊？究竟推荐你出何门？那么如果就近来说来推论啊检讨哈，那你你说叫人家诵经，它到底是出在哪里啊？所以这个都是问说，我们说我们上次讲说，呃，这个佛有两种字，一个是根本字，一个是后得字嘛，对不对？根本字就是说契入实相呢，一切法不可得啊。 那么所以说，在这里问的人，大部分都是偏向于这些这个方面，就是说啊，一切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啊，啊，那么就是空的、啊，也没有能念的人，也没有众生啊，啊。可是我们佛法里面说，虽然说一切法皆空，可是因缘呐、啊、世俗地啊、差别地啊，是还是有啊？什么叫世俗地呢？比如说世间的善恶因果也是有啊。 六大轮回也是有，虽然皆空也是有，不能说都没有啊啊，或者是佛啊、菩萨他们修的这个六度啊，也是有啊。那么佛的智慧啊、功德啊、神通啊、威神啊、愿力啊，这个都是有，不能说一概都通没有啊。如果有人说一概都是空啊，也没有阿弥陀佛了，也没有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这个就是去除了这个呢世俗地。 啊，或者是呢，去除了这个佛，我们讲这个后德智，后德智就是在有为啊、呃、四相差别相里面呢，啊、呃，它有这样的妙用哈、啊。所以这个问者，大部分都是问的人，大部分都是站在那个离体皆空的这个角度来问，所以就叫人家说，啊，为什么要诵经，为什么要拜佛啊，或者是呢？ 问的人大部分都是站在这个上根励志的角度，像前面说的上上根人是可以这样记录了，但是也没有想说那中下根的人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如果说老师都赞叹第一名，那那后面的怎么办呢？后面的学生怎么办呢？好、哦，总不能老师啊都只注重第一名的学生，那么不注重后面的学生，后面的就就不是学生吗？啊？ 对不对？所以问的人大部分都是站在最高的那个角度来问了、啊，啊，那么这个回答啊，永明大师说回答啊，虽观能念所诵皆空啊，虽然我们观察说能念的人呐、啊，跟所诵的经典啊，皆是不可得啊，但是空非断空，但是这个空并不是断灭空啊。 啊，那么我们之前讲过，这个黄檗禅师就有一个沙弥就问他说，嗯，那个经典说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众求，对不对？不执着佛法身。那么师父，你为什么拜佛呢？既然没有佛，为什么拜佛？经典不是叫我们不要执着佛啊？那么这个黄檗禅师说，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众求。 常理如是，我还是要拜佛啊。虽然没有佛啊，还是要恭敬佛啊。不能说哦，一切相都是虚妄啊。那么佛跟石头平等啊？如果佛跟石头平等的话啊，那就没有因果，对不对哈、啊？所以呢，理体上面虽然皆空，但是差别是像它有它的作用、功能啊，有的功德。 啊，所以说虽观能念的人跟所诵的经啊，经典就是文字嘛，就是纸嘛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说啊，经典就是纸张嘛，对不对？文字嘛，笔墨嘛，啊，那么所送的经典也空，但是空不是断空啊，不是说断灭，通通没有了啊，并不是说送经都没效、没用啊。 不爱能送所持为有，有非实有。那么并不妨碍这个能送的人跟所持的经典为有啊。那么这个能送的人呢，跟所持的人呢，啊，虽然是有，但是有而非有啊，有而非有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讲说空有，我们要圆融啊。 不能说啊，一切皆空，那就不拜佛不诵经啊。虽然呢啊，那么祖师他们的做法是说，我虽然拜佛、诵经、念佛，可是我知道说我不执着啊，所以叫做能理所理性空寂。我我没有能拜的我，也没有所拜的佛，我没有执着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说不爱能诵所持唯有，并不妨碍说诵经啊。 啊，能诵的人跟所持的经典是有啊，然后有非实有啊，有非实有就是说，现在虽然在拜佛诵经，可是实际上没有诵经，没有拜佛啊，就是说在离体上面呢啊，它本来就不可得啊。那么再来就是说，在持诵的人呢、啊、拜佛的人、念佛的人，他们在心念上也知道说这一切皆空，那么不能够。 有所执着啊，执着他了、啊，执着说我在诵经，我在拜佛啊，就好像我们说啊，执着我在发心，我在修行啊，所以我们说我们学佛就是不执着啊，像有的人啊啊，他发心，然后他后来就会发现，别人都不发心，我为什么要发心啊？ 这样就会倒过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在发心的时候，你应该想说，我在做事情，别人为什么不做？这样就多一个妄想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做事情就是功德，可是如果在想一个说，别人为什么不做？为什么都要我做？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妄想啊。那么所以说，我们呃，诵经也是一样，拜佛也是一样。虽然有在诵经拜佛，但是有非实有啊，就是呃，没有执着。 我们的修行也没有执着我们的功德啊。那么下面的我们等一下再讲啊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